将军，最后啊，就是我们的家爷所爷啊，就是我们的金银将军哈，非常感谢，非常感谢。 这个小女生怎么可以叫那么大声啊？小女生现在打的是我们马爷哈，这也就是我们马爷他的法器啊，法器。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是帅气的啊，这个牛爷哈，拿着他的法器正在插子哈，正在在我们城隍爷这个座前啊，做一个非常好的地震表演，谢谢。 不得了！哦，这位将军完全没有拿法器耶，这个就是我们传说中的爹牙，他现在打的是拳路啊，就是我们在小说上常看到的通背拳。 接下来我们看他手中的法器，我们就知道这是哪位将军了哦。哦，除了本身我们带着我们法器来外面下了一个这个风帆的旗布哦，这个闪闪的声音非常非常的棒哦。这就是我们啊，座前将军所爷。哇，这就是我们整路上看到这个手脚最快的二爷中哦，我们打的是南拳哦，南拳是，谢谢。 非常熟悉的太极哈，缓缓的哈，每一招啊都能够啊把这个千军万马的一掌都把它给击退哈，谢谢，谢谢。非常感谢哈，我们中国电视公司啊特别安排这么精彩的议政表演哦，非常感谢，谢谢中国电视公司，谢谢。